两个人一起玩的。哎，等一下是现在是要戴假发了，是不是？现在你要变探子了。没关系啊，人家就说探子，男生女生一对。等一下人家就说什么，那个什么电竞妹妹，对不对？今天没关系，我先声世祖，化身为哎呦，麦卡贝妹妹。我们要转，你要戴一下吗？对，再来一次吧，别吗？好，再一次吗？还是有别的玩法是不是？就我跟你玩。戴一下。威力，我头不脏，你可以戴。好。怕威力的腰来不及啊。好，开始。来，电竞妹妹。真电竞妹妹。可以啊，不要害怕，我帮你戴，转右转，你再慢一点的。右转。哇，你的发型很帅，可是会不会压着？左转，前面，左转，右转，左转，这真是极限路线呢。你先知道那些国中妹其实是看不到路的。左转，左转，这是给男朋友前面，右边，左边，这已经不是，这是在福建榜的程度了。哇，没有，这边。